好，继续。昨天好像干了啥，但又好像啥也没干。19章。农场。还有一排雷。去那儿，但是往下走好像走不过去。他怎么在那么远的地方？Shit！你是怎么跑那么远的？神龛，神龛没开，嗯。东西这么多，多吗？还行吧，不是很多，我觉得。是个啥东西？老式烟斗，卖过了这个东西。可以装两个圆的羊头，7000。还是去哪儿呢？他怎么在那么远的地方？他在干什么？天哪！他为什么在门那边？他妈服了！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思路，把他落在门的另一侧，是不是就好了？直接去触发血晶可以吗？不知道，有点狠，你有点狠。Oh shit！直接小屋防守，那么刺激。他的头发怎么干了？Hey, I see you found your missing señorita. Señorita has a name and it's Ashley. You are? Name's Luis. Encantado. Great. We all have names. Now then, who are you?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Very good questions. Unfortunately. Hide now. 他躲哪儿？啊，这也可以躲。啊，这怎么躲的？操，怎么回事？那不是被桌子压扁了？打完这儿没子弹了？啊，是吗？
至少刺激这声音。Oh shit！ 我你也会？等一下，等一下，有点乱。过于刺激了，这个。我这么枪法有点差呀、啊，这哦，我要死了，吃这个先。不是吧？Oh my god！ 我被打了好远。我你自己来打呀！我操，好清脆！等一下，好清脆，好清脆。吃个药，吃个药。合掉没有？是不是该退蹲二楼了？哦，来来，二楼来了。操！谢谢。Oh my god！我操，太刺激了这个。
Oh my god， 还有这玩意儿。哎，这不学徒吗？我操，我要死了！学徒，现在等一下，我暂时有好像有点没空理你，吃个白蛋。等一下，让我上去。哎呀，哎呀，还是完蛋了。完了蛋了。就这样直接走吗？我去，这场恶战真的是。真硬啊！哦吼，痛痛痛。死吧你。不好意思，
吃个啥？吃个这个吧。掉子弹好少啊。怎么都是人？还有把刀，手枪子弹和火药了。两个一起吃是一样的吗？看呀，我记得好像说他变改过了。两倍于单株体力的，那就是没有区别是吗？就那么两个人，I got this. 哎呦我操！你妈怎么被堵在这儿？嗯，妈的！记得捡钱，呵呵，你看我还有空捡钱了。哦，我的头也没了，加油，加不了油了。差一点点，我觉得应该杀了这个人就差不多过了。哎，杀了牛头应该差不多了。
Hey, wait, Leon! 再见了你，看看啊，直接触发剧情是不是？可以。声音真脆呀。能触发。Shit. I got this. Present for me. Stay focused. Hmm.只放你一个进来。Oh shit, 怎么还有一个这个？好，这把炸得爽。哎，有个红色草药。等会儿再处理这些东西。我去。刚吃了一个。Oh shit! 他躲了一下，好像。
又来了，紧张刺激啊！急救喷雾。Oh shit！ 来了，红了，真的红了。你妈的，怎么在这里头开干？哎，为什么？我不是躲了吗？我不是躲了吗？过分，他怎么纵劈？他怎么纵劈？真鸡贼！你哎，谁刷过来了这次？能躲着很少，我根本看不，地方太小了，我根本看不清他是横扫还是纵砸，视角都已经那样了。得把他们引进来杀，要不然的话掉东西掉在外面。听到。出事儿了，你这。
那个怎么一直不炸呀？操，好惊险！Trying to kill him? Why don't you use this gun?来正好，又一跳，连招。木屋守卫战还是跟原来一样难，比原来更难。这二连太刺激了。Ashley又被刷到门外面了，也不知道为啥。我们来不及弹反，好多时候敌人不是在我正面打我，就没法弹。来不及，在瞄着 L1 R2 按住的时候，很难有机会去按 L1。
哎呦操！你怎么不是留一丝？哎，我点了 L1 怎么没用？Fuck！ 还没炸死那个，我的自己快被炸死了。这也没炸死，不是吧？我操！这连招打的，哎呦！耶，我怎么没药了？这玩意插不插死的，这玩意能不能弹呢？降低 rank 那是 TA 用的技巧，没有必要。宝藏，宝藏。机关枪都能弹，那得正面面对啊！经常我看不见右边过来的是什么东西，来不及转过去了。木屋防守战打40分钟还没打过。听到很清脆的声音。诶，右边啥声音？
有一个绿草，赶紧捡上。我操！我还想转过来弹他一下，等一下，铁腿。别熬夜了，我上楼了。等一下，Oh my God， 还得用喷子吧？菜太乱，等一下。我感觉快过了呀，怎么背后呢？电锯变牛头，机枪变猪头。这个小木屋防守站应该是没有牛，没有那个啥的，没有这个电锯啥的，就是人比较多而已。哎，我好不容易打死他。
感觉还可以前期用用狙，后面人多用雷炸。我没有省药，我稍微省一点雷，但是也没有很省，刚才已经扔掉三个了，现在已经不怎么省，省的有点打不过。都是钱，为什么我点 L1 点不出来？怎么回事？来来来，楼上人多的时候就去楼下。
好，过了。哎，等一下，我的钱捡了没？黄宝石。是宝石吗？喂，好帅。没摸到尸体，去你妈的。捡不到了呀。怎么这样？哎，李阳，我操，我的宝石！不看了，去你妹的！开什么玩笑？重打！没宝石我还打这个木防守阵干什么？打！一定要捡到宝石。杀什么牛头人？就是，开什么玩笑？刚才那把好像爆炸雷没用，可以用掉它。等会儿打牛头人也可以用。刚才那把其实掉资源掉的还可以，一开始开局比较好，开局比较好。是的，杀完牛头人第一时间，不然他马上过关了。杀完牛头马上就要过了。不操，捡了破片手雷。雨露均砖打法。有点乱，忙起树，哎，这木头是哪来的？我操！哎呀，炸到鲁伊斯了，好像，不好意思。
到，到了他。这人怎么那么耐打？封窗啊！没事吧，该走了，该走了。我就知道上来有个人。轰轰空了一发。吃啥？吃个普通药。Holy shit！ 哦，我操！行，剪掉了。开了一晚上硬趴，是的。楼上还有一点点钱没剪，无所谓，算了。太刺激了。这把还行，就这样吧，不重打了。Ashley, what's happening to me? Is this the first time you've coughed up like this? You want to start explaining? The cough, the blood, is caused by something called a plaga. Okay, you saw those people.Right? But you have the same thing inside you. The same thing that made them like that. This, what you're experiencing, these symptoms, they're only the beginning. I don't want to become like them. You are, well, lucky. You see, at this early stage, the parasite, the plague, it is possible to remove it with the surgical procedure. And all you need is some know-how. And oh, yeah.The right equipment. Wait, you too? No worries. See,
I have a plan. But you're going to have to trust me. Great, we're partners then. Hey, why are you? No time for any questions. The clock is ticking. Why are you helping us? 为什么他的下巴那么长？他为什么要自己走？我们走的不是同路嘛？就好像下班以后说再见再见，然后发现继续大家都走到公交站，显得稍微有点尴尬。第五章，一个小时新纪录啊，54个人杀的，命中率22%，没有死，我操，居然没有死。第五章应该是我死的最多的。一个是教堂出来的疯狂死，一个是小屋防火站疯狂死。要不要存？存吧，存一个。这个是进教堂之前是个算是个节点，我们留着这个节点。存心打。有头发的杰森斯坦森确实有点像。继续，他为什么在雨天玩打火机？ Hey, got a smoke? I do, the kind you like. Now where's the amber? Fortunately, it's not on me at the moment. And you really should be telling me.What a good job I did. Busted my ass and managed to hide it right before I got caught. Which is why I'm still alive. The deal was, we get you out of here when you deliver the amber. No amber, no protection, Luis. Such a stickler for details, Ida. Okay, then. I'll go get it now. How about that?I do have something else I need to get, too. You're 小肚子。This is Ruth. I've got some bad news. 天气不好，直升机过不来了。The weather like this, the chopper can't make its approach. Can you stand by until it clears? Negative. Too dangerous. We're gonna get out of here and find someplace safe. I'm sorry. I wish I could do more to help. Don't worry about it. We'll swim home if we have to.Condor One out. Let's go. Oh my God! 我这损失惨重啊！什么叫损失惨重？这就叫损失惨重。要一个都没有了，还有一个。简直惨烈，还好前面狙的子弹，不对，那个喷的子弹够多。What's gonna happen to me? Lay down. Let's just focus on getting out of here. Yeah, right. 刀也快没了。这把运气好的是掉了一个大物资，可以合一下这个阻击枪的子弹。啊，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们再用好了，不着急啊，不着急。然后这个 red 酒，红酒的这个枪托什么时候才能买？很着急，这一点我很着急。进城啊，那完了。
那么长时间。嗯。喷子马上能换，我又不打算换。好，村庄，哎，这是什么？我漏了一包钱是吗？这里有一楼、二楼各有一包钱，这个问题不大。中间目的地，村子还有多大呀？怎么感觉后面都没什么宝藏啊？我说起来应该停一下录像。